情感是一种既神秘又普遍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情感，我们每天的生活也都离不开情感的支配，所以我们早已对它习以为常。而在《尼尔：机械纪元》这部已经不存在人类的游戏中，情感的存在就显得非常神奇了。平常随处可见的喜怒哀乐，在这个游戏世界里会变得更容易被我们注意到，也更能引起我们的思考。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尼尔：机械纪元》这部游戏里的情感。尼尔：机械纪元的背景设定在人类早已灭绝的遥远未来，曾经的人类住宅区已经变成了荒凉的沙漠，高楼建筑的遗迹也缠满了粗壮的藤蔓，整个世界已经没有了人类的喧嚣，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铁锈味。随处可见的机械生命体和人造人接管了这个世界，仿佛作为新的物种融入了地球。虽然这是一个机械的纪元，但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得冰冷枯燥，原因是机械们拥有了意识，拥有了情感，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信念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游戏的三位人造人主角 2B、9S 和 A2 带着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与机械生命体展开了争斗，故事便由此展开。尼尔：机械纪元这部游戏的主题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存在的意义，有人说是人工智能的未来，也有人说是性感的人造人小姐姐。而在我看来，这部游戏的主题就是情感。三位主角出色的人设离不开对他们性格情感的塑造，随着游戏的进展，我们会在略显冷淡的 2B 姐姐身上看到她善良的一面，会在性格亲切的 9S 小正太身上看到她暴躁阴暗的一面，会在冷酷的 A2 姐姐身上看到她温柔的一面。正是对这些情感的细致描绘，让三位主角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除了主角以外，情感还存在于游戏的每一位 NPC 甚至是敌人的身上，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格，各种各样的思想，以及各种各样的需求欲望。我们会看到热爱和平、热爱研究哲学的机械生命体，会看到热衷于保护动物的机械生命体，会看到机械小孩与母亲发生矛盾赌气离家出走，会看到人造人妻子为了让丈夫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断对丈夫进行格式化等等。在他们身上无不体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些情感寄托在了游戏的几乎每一个主线以及支线任务中。机械身上产生了跟人类一模一样的情感，这是非常神奇的。原因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机械身上看到了本应属于人类的情感，会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情感这种容易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机械身上得到了放大，让人意识到了它的宝贵。尼尔：机械纪元的剧情基调是充满悲伤和绝望的，随着游戏的进展，主角们会知道越来越多令人绝望的事实。他们知道了自己的造物主人类早已灭绝，知道了自己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知道了自己战斗的意义是无比的虚假。这些事实仿佛都是对主角们存在价值的否定，他们能做的也只是在悲惨的命运中绝望的挣扎。本来希望故事的最后能有什么逆转，但即使到了结局，看到的也只是主角们的死亡。做出这样一部虐心的游戏，很多玩家不禁怀疑制作人横尾太郎究竟经历过什么。不喜欢虐心剧的玩家估计都想给制作组寄刀片了。但其实这部游戏并不是彻头彻尾的虐心剧，虽然游戏的大体基调是悲伤与绝望，但在很多地方还是能感受到温暖的。 2B 与 9S 之间的情感羁绊，以及 A2 对从前同伴们的思念，都令人感受到了情感的力量。支线任务中的几处温馨桥段也非常令人感动，而正是这个绝望的世界强化了这份感动。正如把情感放在本应冰冷的机械身上更能让人注意到一样，把温情放在这个充满绝望的世界里也更加能让人注意到，更加体现了它的美好。我觉得整部游戏最核心的一句话是 C 结局中 A2 姐姐的临终遗言：世界竟然如此美丽，我一直都没注意到。世界竟然如此美丽，这句话用在尼尔：机械纪元的世界里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而当我把游戏的隐藏结局E结局打出来后，我开始理解了这句话。E结局需要打通 C 结局和 D 结局这两个无比虐心的结局才会触发。在E结局中，玩家会化身一个小小的辅助机，为了改变主角们死亡的命运而与游戏制作组名单对抗。这是一个很漫长、很有难度的过程。当我集中精力坚持了10分钟后，迎来了令人窒息的弹幕密度。从这里开始，我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每一次失败后，系统都会询问我是否要放弃，我一次次的选择了否，因为我不想放弃。为了让主角们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想绝大多数玩家都会愿意一次次的挑战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时玩家的处境跟游戏里的三位主角可以说格外的相似，都是在绝望中拼命寻求着希望。
在我连续失败了多次以后，在屏幕上看到了世界上的其他玩家留下的给我加油打气的话。死的次数越多，看到的话语就越多。看到这些鼓励的话语，我更加不愿放弃了，因为我知道我并不是孤身一人，我知道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而在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奇迹终于诞生了。这时我突然得到了来自其他玩家的帮助，在我周围出现了好几架僚机，包围并保护着我，为我增加了活力。被子弹击中后会损失一架僚机，然后又会自动补充一架，同时会显示某位玩家的数据已丢失。后来才知道这丢失的数据指的是那名玩家的存档。在僚机的帮助下，我终于顺利打通了制作组名单，迎来了一结局，主角们的数据得到了抢救，有了复活的机会，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虽然算不上皆大欢喜，但却令人感到格外的满足，因为我知道这个结局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至此，游戏的剧情算是真正结束了。到了最后，游戏让我留下自己的话语，给其他陷入困境没能通关的人打气。在这之后，系统问我是否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存档帮助别人通关，是否愿意以牺牲存档为代价成为一架僚机，为别人挡下一发子弹，用自己辛苦几十个小时打出的存档来给一个陌生人挡下一颗子弹，这怎么想都是不划算的。但神奇的是，此时我愿意选择是。人毕竟是一种容易受气氛影响的生物，在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后，我无法对其他陷入困境的玩家置之不理。在点击是的那一刻，这个游戏似乎已经升华了，已经脱离了电子游戏的范畴，成为了一座神奇的桥梁，让我和世界上的其他玩家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羁绊。这部游戏带给我的这种体验是前所未有的。在最后，看着自己的存档渐渐被删除，有心痛，有不舍，但更多的是感动。此时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世界竟然如此美丽，我一直都没注意到。我终于对这句话有了切身的感受。尼尔机械纪元这部游戏告诉我们，在痛苦中寻找到的美才是最宝贵的，因此即使是深陷绝望，也千万不要放弃寻找希望。